烦两位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俺是来自山东渭河的混血双胞胎，俺是姐姐甘米拉，俺是妹妹露琪亚。这样话，我的亲娘哎！我想问你们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：混血双胞胎是父亲是中国人？对，爸爸是中国人，妈妈是亚美尼亚人。这段表演你们练习过多久？只练三天。很长磨合期，很长时间。你们这种形式的表演很早很早以前在中西方都有过，但是这种东西是百看不厌的，如果你的技术再高明一点准确一点的话，那是让人叫绝的。刚才李立群老师说的非常好啊，就是他们表演的这个镜子镜像，这个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中外的双胞胎做这个，但是我不觉得你们做的特别好，你们二位舞跳的是真不错。谢谢。但是你知道，我觉得你作为喜剧，作为尤其是这个活，反正我觉得还不是特别行。他们只练了三天，这样子很不容易。既然到这舞台上，咱不能因为他是多少天，说哪怕就是刚三个小时，是咱也得看最后效果，对吧？你们就是城市化的跳舞的东西多了一些，而让我们觉得特别逗的那些点，比如人家啊说会抠镜子上一什么东西，看自己脸上一个什么这一类的。我看这个活里有很多应该是有这些东西，可以往里加。我这个看的都是一个大而化之的，可以往里面加更多有意思的东西。不够精彩，赶快来我这个给力群这一组，我会帮你们弄得更好。谢谢。还有谁摁了？我。他喜欢美女。我是我呀，是我呀。我们喜欢帅哥。肖军老师，你虽然是单身，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他们是俩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的无聊。我的目的留下咱们两个，就是想问问他的父亲是如何认识他母亲的。就为这个，下期慢慢给你讲。就为这个，我是希望想取一取经。还有一点，留下你们两个人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李老师拍了，我觉得我也得拍。我觉得你们的包袱出在哪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最后还有三秒的时候拍你们？你们应该早点说山东话，你的喜剧，你的喜剧效果就够了。你前面的铺垫过于长了，都是在舞蹈，都是在镜子的表演，但是你的山东话出得太晚了，可以加进去。如果再晚两秒的话，我肯定不会拍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拍下来主要是看李老师拍了。欢迎你们到给力群，你们二位啊，当然不是你们商量，也非常欢迎你们。不是你们二位商量说，你要不要？我要。对，得看人家的选择。我们现在是你们反选导师的时刻了。其实四位导师都是我们特别特别崇拜的人，特别喜欢你们，但是呢在心目中一直有一个最佳的人选，因为他让我们决定走上演艺这条路并且坚持，所以我们最终的决定是为什么是曹云金老师让你们走上了这条路呢？因为你怎么着来着？你曹云金老师帅、年轻，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其实我们看过曹云金老师的作品《分手大师》，哎，经常去看过。然后那是最棒的一部喜剧话剧，超级超级。就是因为那个之后就特别特别喜爱上。谁演的那一号？你说呢？哎呀，邓超吧，我。真的是你的吗？哎呀，这是能改变近代史、能记录下来最优秀的喜剧和最优秀的喜剧演员。是啊，哎呀，那他们我怎么听说他们拍电影去了，没叫你吗？是因为我太优秀了，因为我太优秀了。好，谢谢你们二位，也恭喜你们步入光荣之路。谢谢。加油！希望在您的团队我们更出色。那是肯定的。谢谢。